凳有三个位嘅，咁咧就系砌落呢度啦。咁样啦，咁样呢度先，然之后推入去啦，然之后呢个系 bed out， 推咩嘢先？然之后咧呢度又系推入去，然之后呢度就摆喺呢度啦。咁样啦，然之后咧呢个就系摆喺呢度嘅，咁样摆嘅。但系你想做蛇和梯就唔可以喐啦，嗰啲唔可以抓人啦。呢个可以做楼梯嘅，咁样嘅可以。但系呢个要咁样嘅时候，仲有呢个要坐嘅时候就咁啦。呢个又可以做摇摇板嘅，呢个可以做摇摇板嘅。然之后咧又可以齐，唔需要嗰阵时候可以齐翻。嗱，一架车啦。咁首先有一块板嘅，你见到有两个窿系长嘅。然之后咧呢个咧呢啲，你见唔见到呢两个长凸起嘅？然之后压落去咁就得啦。咁压落去，然之后第二个都系见到个长嗰、那个，然之后细细力咁压落去，然之后再攞个铅抽砌落去呢度，然之后再砌落去呢度，咁样笃入去，然之后呢只，哎呀，好容易跌噶，所以你要整实啲啊！睇啦，然之后咧呢度又有张凳系咁嘅，但系你可能望到先呢张凳咁样望唔到，你可以咁样反转嘅。但系如果做功课望间功课喺呢度嘅话，就要咁样啦。然之后嘅就冇嚟嘅，乜嘢？一细细力，细细力，轻轻力。呢度黄色嘅鞋啦，黄色嘅制服啦。不过呢度有少少蓝色，但系呢度咧写住黄色，咁真系要着翻黄色嘅鞋，同埋黄色嘅物品。咁咧就咧咁样啦，细细粒咁样穿落去，咁样挂落条颈度，咁样挂落条颈度啦。咁咧就咁样啦。然之后咁样啦，戴咗顶帽啦，然之后扭翻嗰啲就得噶啦。然之后咧，佢写住蓝色同蓝色球，咁咧就要攞呢个蓝色啦。睇唔睇到啊？呢、这个啊，呢、这个系水樽，但系呢顶系帽咯。呢个系水樽嚟 ，out。呢个系一个水樽，咁就戴落小猫咪度咯喎。边个系嗰个颜色就要跟住啦，就要跟住图案咁样嗱。我有个盒噶，可以睇下，你睇下有个大巴士，咁咧呢个就是校巴嚟嘅，唔系巴士嚟嘅，就行啦。之后有两只公仔，系一只树，一只松鼠。一隻貓咪咁樣啦，之後咧就有隻兔仔啦，係紅色喎，咁就要揾翻紅色。我因為我冇紅色嘅，但係佢可能似少個顏色深咗少少，所以似粉紅色。咁我哋就擺個粉紅色落去咯，或者紅色咯，擺個紅色落去咯。即系咁样，咁样得噶。咁又好似低啲嘅，咁又可以咁得得嘅。啊！系拉咗鞋啊！即系咁啦，都可以坐，不过上面唔系好方便，上面好难坐噶。上面咧可能要大只啲嗰啲人先坐到噶。咁咧。呢只猫咪有少少肥肥地，即系坐最后，最入添啊！
咁咧，屁屁住又系，然之后咧，兔仔佢又系坐，佢要坐第最下面嘅，因为佢太大只啦。咁咧，妈咪，我可唔可以唔影行上去啊？然之后咧，行上去之后咧，就上咗去啦。之后咧，咁咧坐咗先，或者坐第一都得嘅。咁然之后，男孩子又嚟咯喎。男孩子佢咧就会喺下面呢度坐，就会喺第一度坐。咁咧呢一个男孩子咧，又系喺第二呢个男仔咧，呢个男仔嘅小朋友咧，呢度要落去先，之后佢就坐第二啦。我第二又可能唔得。可能佢系大个啲，即系可能佢要坐上面，佢喺依度上去，就然之后咁样上去。不过呢度咧就可以行过去，之后行，可能佢都系坐上面，因为大只啲。咩？呢啲就全部坐晒下面啦，呢啲全部坐晒下面，应该跌低噶佢。系然之后，呢个咧。然之后可以坐呢个人啦，屁屁猪坐唔到嘅，嗱屁屁猪坐唔到嘅，咩开发啦？